想回忆起他从前的样子，或许还是忘记了。感觉能越塔杀他了呀，这不是得越塔啊。热赛很欣慰啊，哎，老宇会记住的。难受不，小伙子？还敢跟我在这选木魂人？我不扛他死你！你看着的。拜拜，那不能给你，这我得死打架，这不能给的。我流扣药兵，感觉能吃，吃个屁，还吃呢？我就吃粑粑。这蛤蟆有可能来啊，稍等一下。急了，一会儿用 E 躲一下他的 E， 十三个刀。呀，不够丝滑呀。这不能让他吃到经验啊，我们有小吸血，一会儿塔下六级可以试着再杀一波。他按交闪没？不闪现。还选木魂人，吃塔皮。我让你选木魂人，我看你还敢不敢选啊？让他长长记性，告诉他真英雄，别给我一开始就直接就拿。
拜。溜了。反曲之弓，带个针眼儿。19刀，我是7刀，两个小护甲，没事打得动啊。我们的卢仙这种英雄还是能打动的。这边他5级，直接杀，走到线上就直接就杀，可以啊，扛兵也没事，死了。哎，这老母狙什么皮肤？好看哎。动射，这老难受了，我们赶紧过来啊！哎呀，这波咋没过去呢？这不应该没一走啊！哎呦，我难受了，为啥没一走呢？这波要一过墙，把杰带过来，杰也得死，我们还有闪，这就是一波 show time。但是这，哎呀，但是这没一过墙，不知道因为什么。好几回了，老哈子，嗯。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这杰对我有想法，我这一看呢，往哪走嘞？彪彪！你以为你有闪我就没闪了？这回我没大意啊，我啪一下就站起来了，我闪现了一周，被我全部防出去了啊！一个圣枪洗礼，你挺讨人厌的。赶紧来个考费尔的战锤，考费尔的战锤520送给你们，爱你们。我们家老母狙8级，爬着7级。我来了，往门走来。哟，这我把这峡谷打了吧。
老母居啊，我不是不帮你，确实是没办法，这蛤蟆闪现跑了。放个峡谷先锋创一手，为啥不挂点炎呢？问得好，有些兄弟肯定要问，哎呀你为啥不挂点炎呢？因为刚才我觉得，因为我刚才我觉得我能直接打死他，所以我就没挂点炎，知道吧？我这个有用。看见没？啊，我这个有用。被他给我手里干了，哎呀，这杰的虚区是有点高啊，我发现的。我其实我大意了，我不应该意的，我就应该等他先手里干过我再意，你知道吧？我怕我这反应太慢，我躲不开。我没想到这个杰细节不错，这小杰。这小杰，我先来个西兰刀。哎 ，nice！ 哎呦，还推一下，你可打不过这锤石。哎呦，我操，这虚区！我来了，别害怕，哎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！不要害怕，我们其实已经有点无敌了。一过来，吸住，啪啪扣，啪啪，啪啪啪，我的人头没拿到，这有点烦呢。W 一手扣一下，昨天我终于知道那个药水为什么就是感觉上是 bug 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后感觉得出药水了。我操，这都能勾到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那个药水现在是没有吸地，你看现在我们吃药不是有吸地吗？改版以后那个天赋的那个药水没有吸地，还是给你回血，但是没有吸地。嗯，没吸地了。回家出大剑去。再清一波吧，这不清兵。这玩意儿也太脆了，两下就死。下路再清波兵，再抽一下，
再扣一下。你像你能打得过我似的小伙子，你说你有虚区吗？吸住，啪啪扣死了。这个劫可挺烦人呐，这个劫。有什么办法能解劫的大招？谁能跟我说一下呢？现在水银能不能解？不行哈。中亚，那虚区不低了吗？不行。整个布甲海，你像这种刺客，他就比较克我们，他就再咋地，他的伤害他也能有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有伤害，他就是，他即使再崩，他也是有虚区的。再来座坟墓，如是。啪啪 Q W， 嗯，啪啪，你干哈呢？你往哪飞？这能让你走掉吗，小伙子？给我裸个反甲！我告诉你们，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先选这木魂人，明白没？他能难受死，或者他就直接就扮卢仙。看看对面的劫在哪里啊？中路咱来一波，劫死了，可以。这老母狙出的什么玩意儿？攻速那么快呢？再找人啊！我打个红吧，拿个红。再去他们家红看一眼，只要这个劫他没有大招，我们就死不了。其他的人打我们几乎就是刮痧。我们就不欺负这个木魂人了，这波我们去欺负对面 ADC 的。有男 buff 哎，打个男 buff， 这个男 buff 我要了，兄弟，一个追来，你上我下来，来来来来，杀血石，给我踹了是不是？给我猛龙摆尾了，哎呦，挺烦人呐，这可以。可是挺烦人的，把我控住了。我们刚才没动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把我一个 R 踹到这个位置，我根本都闪都摁不出来，我就死了。别老发菜，这怎么能是菜呢？这有操作空间吗？你要是有操作空间我们死了那倒行，对吧？那没有操作空间我们死了，这怎么能叫菜呢？这最多叫做没办法。这家伙有什么操作空间？那哈子给你踢墙上了，那姐放了个大招，我们出来以后剩两管血完事爆一下就死，哪有操作空间？
在哪呢？操作空间。我难道闪现躲瞎的大招吗？我这躲不了啊，那个东西。谢谢最好的唐德牙。哎呦，来把无尽，无敌了。让我先把无尽除了，兄弟。我中钩了呀！那我中弓不也很正常的事儿吗？那你还不让人锤石？中钩了，那人家玩个锤石，然后技能全空，人家玩的干啥呀？我今天不把你这个锤石给你突突死，你看着，我指定突突死你。来一波热赛，热赛教学啊！惹赛基本连招，对面是司马老贼。来，来啊！你大爷的，真他妈是能跑！你是瞎吗，大哥？你干哈呢？我都没法去，算了。有个兄弟跟我说你别慌啊，其实我确实是慌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没办法，你说我一 ADC 我碰刺客我能不慌吗？他两下我就死，你说我能不慌吗？对不对？那玩意儿打人那么疼，他啪一个扣我没躲掉我就死。咱反应也不是很快，我要反应快还行，实在是不太相信我这个反应，你知道吗？要我打打连招还行，杰老在这跟我瞅，我也不知道瞅什么玩意儿了，我也不知道瞅什么玩意儿了，你跑来。好茶眼儿，你要让我玩个猴，他一套打不死我，我有容错率，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慌，我这是卢仙呐，我这不是别的英雄，我这叫卢仙呐，他一个扣我就死，
我这是慌不慌都没办法。